这女警给我带了个彗星，穿甲呀！你看，我就说打着扇子妈吧。全军出击！你瞅你那两撮头发吧，戴个帽子还是个绿的。这点我，我征服者闪现，可以啊。吃个药，不知道这扇子妈出的什么东西呀？要他吃两瓶药，差不多回到三分之二血左右，四分之三吧。先把线推进去啊，让他塔下补补刀，反正他也不出来。你给我点信号，我倒希望那剑圣过来呢，那剑圣不过来，那扇子妈杀不了。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他往前逼我，说明可能要来了啊。扇子妈现在才两级，练我了。来啦，可以了。先 W 躲开 ，Q 一下。哎呀，他俩有链儿不好办，你知道吗？他链儿我的话，我没办法杀他剑圣。不好杀呀。哎。这回好杀啊，还给我在这念咒。没事，我有红了，可以回血。是不是一开始觉得剑圣打得过我，但是突然之间又打不过了？这波扇子妈可以尝试一波击杀，我有闪，他没有闪，先插个眼 ，E A W A 接 Q， 再。闪现瓶的一个口 ，yes， 嗨黑妹，这是要卡兵线呢，看看他出的啥啊？他不会要出日炎吧？扣走了，我们打他得先出一个皮孩，没有水银孩，他能风筝死我。那个定啊，时间太长了，定完以后我们跟不住他了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出门。哎，可别卖了啊、哦！
可别卖了，刚买的可别卖了。不出药瓶吗？什么药瓶？你说水晶瓶啊？没用，那玩意儿500块钱，拖节奏。你只要有饼干就不缺蓝，放心，这猴只要有饼干就不缺蓝。一个 E 只30点蓝，一个 Q 40点蓝，一共600来点蓝。我这俩饼干卖了700多点蓝，你只要不是杀5、6个、7、8个、8、9个、90个人再回家，基本上蓝都够。这是个穿甲女警。这猴的蓝量成长还挺高。燃烧宝石，其实能杀。我们每次平 A 都摁 S 啊，这样他就会以为我们不会用假猴。先把这车补了，补完这个车直接摁 W EAQ 点燃 R 转起来。我们有水银孩，他链不住我，没事。哎呦啊，这个回血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四个药先让他练来，蓝枪来了。啊，我的好兄弟掉线了。这么容易掉线吗？哎呀，别折磨我了啊，别折磨我了，快点的。开始了啊。这是在干嘛呀？哎，他终于退出了游戏，可不容易啊。念经吗？别折磨我。你赶紧的，你要掉就掉，对不对？你也别折磨人，你可以掉。我直接把一塔拿了得了。把一塔拿了吧。直接拿不用管的。剑圣刚打完峡谷先锋，看我在这修岗，他指定得来。看着啊，我们就等着剑圣来。哎，我们就等着剑圣来，把药吃了，别着急。这剑圣居然没来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你咋不来呢？这猴都嚣张成这个样子，你也不来，这你可走不了啊！你还跑去中路去了？你家二塔要没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在这蹲，小傻子。
我来是吧？二塔没了啊！我来二塔没了啊！没有人管是吧？好，没有人管，那我可上高地了。有没有人管？快点给一句痛快话。有，那我就走。三项了，把提亚马特做了吧。不做提亚马特，这推线太慢了。木印女警，拿个红，行，这是你让我拿的啊，这不是我自己要拿的，我就走过来，你就发个弹幕要拿个红，说是那我就给拿了，行不行？先把卢仙的跳弹这个后路给他断了。直接往前追他，他三八五，我三九零，直接吃个药，顶着他干。A 出转，闪现走，真是的，你要蓝 buff 干啥呀？你给我在这念经，我都没说你，你还要蓝 buff？ 这卢仙是谁惯的臭脾气在这里？是谁到底？怎么就敢在上路就这么玩？为什么？剑圣有红城剑吗？吵架了啊！吵架了！心态不行啊，你看就像我说的，上把的队友就行，他不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吵架，他想赢想玩，即使死的多劣势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盘给他翻一下子，能翻我们自然是开心好的，如果翻不了啊，也没办法，翻不了就算了，总之我们一起努力过了，对不对？好大呀，那剑圣打人掉血吗？劣势不就是我吗？你说上把那阿卡丽呀、哦、那阿卡丽打到后边全劣势，我都 SVP 了，你说能是我劣势吗？那叫只有我一人劣势，我要 SVP 的话，我捡起来了的话，那不赢了吗？所有都劣势了，
那列的是整体经济，不是我一个人的经济。要我一个人经济，上把不赢了吗？对不对？